谁啊？昨天有人给我写了一封恐吓信。后来呢？我说啊，你也太笨了，怎么能让他跑了呢？我穿着拖鞋呢，脚还差点崴了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有人跟我开玩笑啊？开玩笑？有什么开玩笑的吗？这是什么？有人要害你？真想要害我，还用得着事先警告我呀？你直接偷偷把我干掉不就完了吗？你不会怀疑是他们当中的谁要害我吧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这里边每一个人都对你恨之入骨，凭什么光恨我呀？不恨你？咱们当警察的，他们谁不恨啊？我跟你说，就这帮有前科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那见着我直哆嗦，谁敢害我？别逗了，那万一要有呢？行了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哪儿那么多万一啊？高军，你别看你性高，但你智商不一定高。行，你智商高，所以有人给你写恐吓信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这肯定是有人跟我开玩笑呢。嗯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就是这帮被我收拾的人啊，想害我，但是没这胆儿啊，那怎么办？干脆那就吓唬吓唬我呗。所以就写了一封恐吓信，目的呢，就让我茶不思饭不想，从而使我的精神高度紧张，最后崩溃。言之有理啊！哎呀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有才了啊！哎，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公安大学。公屁，拉吧。干嘛？没事。你干嘛呀？没事。你干嘛？你少来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别动啊！哎，
你别，我是你哥，你把杯子放下，快，一，二，我三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是？我们是检察院的。哦，找谁啊？你们二位谁是苏岩啊？嗯，我是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啊？别紧张。我不抽你烟就代表我紧张啊？有什么事儿赶紧问吧。你的车是多少钱买的？裸车是21.5万，办完手续是23.9万。房子呢？房子是37.6万，装修花了16.5万，加一起是54.1万，再加上车正好78万。买车买房现银行贷款了吗？没有，一次性付的。你月工资多少钱？1300。每月花销呢？2300。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？解释什么呀？别装糊涂了。你每个月入不敷出，你拿什么买的车买的房？你那意思就是说我腐败呗？别说那没用的，严肃点，赶紧回答问题。新来的吧你？我每个月入不敷出，还能买得起车，买得起房，这事儿你们检察院法纪局的葛伟和季波半年前就调查过呀，他们早有结论了。他们呀，就是收到一封举报信，把我找过去，无非就是例行公事，了解一下情况。真的假的？问完你这些事儿就让你走了？我一没偷，二没抢，三没违法乱纪，四没坑蒙拐骗，他们凭什么不让我走啊？你来进来，你就会跟我这一套一套的。当时我都看到了，吓得脸都白了。不可能，我脸天天那么白。哎，不开玩笑啊，你说是不是有人真的在陷害你？不是，你别不把这事儿当回事儿，你想想。昨天你接到了恐吓信，今天早上检察院就来找你，你不觉得这里边有问题？给检察院写举报信用的信封，跟这个一模一样。你呀，怎么着？饿了？妈，你吃吗？吃啊。给。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吃吧，啊。对，订好了啊，518房间。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来了，苏岩。哎。你好久不来，忙什么呢？嗨，单位那点事儿呗。今天几个人想订哪包间、啊、我今天不吃饭，我特意来看你来的。真会说话，要不这么着，我让厨房给你单做点好吃的。哎，不不不，不用买。怎么跟黄姨客气上了？不是客气，我是真不饿。哎，那个徐总呢？怎么没见着他？你找他呀？办公室呢。啊，那成，您先忙着，我看看去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嘿。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，下去下去，我请吃饭。没没，吃过了。我这么早就吃了？啊，早上饿了，没吃饭。刚才我在底下看你老婆一个人忙，你怎么不下去帮她去？我不用帮，我越帮越乱。哎，打架了？没有。
他最近吧，他是动不动就跟我发火了，那还不是你气的？我没气他，他现在是有病。他有病？他有什么病？我看你才有病呢。哎，昨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昨天晚上我没干什么呀。没干什么？怎么这么紧张啊你？我没紧张啊我。昨天晚上去我们家了吧？我去你们家干什么呀？装糊涂。不是，你们家住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装什么糊涂啊我？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昨天晚上啊，有人在我们家门口留下了这个信封。哦，哎，那里边装的什么呀？1000块钱。好事儿啊，那是有人给你送礼啊。可问题我不知道谁送的呀。那是我送的呗。信封是我们酒楼的，那肯定是我送的呗。哎，你帮我想想，就这信封啊，你都给过什么人？不是发那怎么了？没怎么，赶紧想，就是都有什么人可以接触这种信封？那可人太多了，那咱们员工啊、会计啊，包括来咱们家吃饭的客人，那说是找零发票什么的，我们都往信封里装。哎，苏哥，嗯，怎么没吃饭就走啊？哎呦，你们这儿档次太高了，没钱吃，吃不起。哭什么穷啊！我又不管你借钱，你借我也没有啊。说呀，苏燕来到底干什么？不是说过了吗？他是来说这信封的事儿。你就给我编吧你啊！我编什么了编？你不信你问苏燕去。这丢人现眼事，苏燕能告诉我吗？我丢什么人了？丢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不清楚，麻烦你告诉我。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说呀。啊，说呀。我喝酒去了。和谁？不是今儿早上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？我让你现在再说一遍。你没吃药吧？我没跟我搭理。干嘛去？你干嘛？你说吧，你说清楚，你再走。你给我说清楚了。他们两口子到底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反正一见面就吵，刚刚当着我们的面啊，还差点打起来呢。你说这俩人这么大岁数了，也不说注意点，有机会你多劝劝。啊，走了啊。嗯。慢点开啊。哥，你这两天出门小心点啊。怎么？前两天啊，我经过饭店包房的时候，听到有人提起过你的名字。行了，你别跟我废话了。啊，我说没事就没事。哎，我这来人了啊。苏哥。嗯。生意怎么样？挺好。怎么着，咱车上加点什么？最近没干什么坏事吧？没有啊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看我这刚出来就想踏踏实干点事儿，想干坏事也没时间。有时间也不能干。苏哥，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想你了，请你吃个饭。
还有刘元奎，刘元奎也在呢。我开始没告诉他，但刘元奎，我跟你讲啊，苏岩100%知道你当时在酒桌上。他之所以找我，就是想再确认一下。他知道就知道呗。你不怕苏岩找你麻烦啊？我怕他干什么？我当时说什么都忘了。我说什么了？真想不起来了。你当时可是大声说的，你要让苏岩在痛苦与悔恨中死去。我说过吗？说了。你不信问丹丹。你确实说了，当时。到底谁要害你？可能是刘元奎。刘元奎？那开娱乐城的？不会吧？哎，我觉得那曹勇倒挺贴谱的。曹勇虽然一脸横肉，但是他最不可能。刘元奎就不一样，你别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，他其实就是那种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的典型的阴险分子。笑什么呀？笑什么？我觉得你啊，你就挺可怕的，你属于那阴险分子一类的。说什么呢你？哎啊，不，我是说你和刘元奎也是阴险分子。别闹别闹别闹，你这扎扎着了，我开个玩笑。有你怎么开玩笑啊？你拿我跟刘元奎比是不是？我是人民警察，刘元奎是地痞流氓。你说你站什么立场啊？不是，我开个玩笑，你还真急啊？你刚才不说我可怕吗？行，我现在就演示给你看看啊！哎，我刚才怎么说的？我说你是阴险分子，阴险分子有当面干这个的吗？人都背后也是。那行吧，我告诉你，那我改。哎，我现在呀，要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。好孩子呀、啊，嗯，你去你。我本来以为你关机了呢，就随便打一下，没成想还打通了。你有事没事啊？你能出来吗？有事快说。我想见你，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呢。你疯了？你大半夜跑我们家楼下干什么？想你了呗，想你想的睡不着觉，亲爱的，你能出来吗？
他睡他的觉，你出来又怎么了？要是被他知道了，还不把我给劈了？他敢吗？他要上来那虎劲儿，连你都劈了。行了，别磨叽了，早点回去睡吧啊。来，老公，多吃几个鸡蛋啊！我不爱吃鸡蛋。不爱吃也得吃，你现在缺营养，得多补补。不需要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这鸡蛋可有营养了，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笨鸡蛋。你的意思就是笨蛋呗？去哪儿啊？穿这么帅。到手球进货。进什么货呀？说了你又不懂。那你告诉我，我不就懂了吗？轮胎。又进轮胎？店里不是还有那么多呢吗？火车上用的。撒谎你都不会。你们家火车上用轮胎呀？我看你是会情人去吧。我哪来的情人？有你也不会告诉我呀。那你到底为什么穿这么帅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去买火车上用的轮胎。骗人，我才不相信呢。晚上有没有等你回来吃饭呀？不用等我，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，走了啊。路上小心。笑吗？看哪儿呢？看路。怎么了，大哥？随便闹腾的啊？怎么办呢？这事儿我不管。赵头，回去，回我上车那地儿。来了来了，你不是带钥匙了吗？是你，缺德的，我还以为是曹勇回来了呢。我刚才看见他上出租车走。你看见他了？嗯，啊，我在车里，他没看见我。你来干嘛呀？这曹勇和苏妍都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苏哥就是问曹勇说那天酒桌上都谁在。那曹勇说没说我坏话？没说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，你还不相信我呀？哼，我相信。嗯，真好。亲爱的。
我知道你喜欢我。兄弟，忙上了吗？要曹哥，这你来了，帮我个忙。你说啥事儿？带点东西跟我走。曹哥，我这手里活，我这。曹哥，公安局有规定，我们来开锁得向他们报告我这。自己家报什么告？安全门给我打开，我钥匙落屋里。不是，嫂子就没个钥匙。到省城去了，明天再回来。不是，我这公安局这，好。你走吧。昨天晚上我在你们家楼下待了整整一夜。别墨迹了，你还是快走吧。你不喜欢我？对，我不喜欢你。你那是自己在骗自己。你心里有我，我看得出来。是，我是喜欢你。可是我们两个人不能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曹勇的朋友。我和他是朋友，但是为了你，我可以和他断交啊。你能断绝，但是我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丈夫。你和他离了婚，我就当你丈夫。你这人不太适合做丈夫。怎么就哎，那么锁王了，那么费劲、啊。曹哥，你这钥匙真落屋里。不是，你这锁在里边给反锁上了，你这屋里有人。你还是赶紧走吧，待会儿曹勇回来了。你不是说他到省城去了吗？你还不知道他这人说话没谱。蒋丹，你这是在玩我？我不管你怎么想，反正你现在必须赶紧走。走啊！多长时间了？能不能开啊？不是，曹哥。你这锁给反锁上了，我这捅不开。我真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不把门给我捅开，我就赶紧捅。我捅。曹哥，开了。没有护着是吧？没有。啊！哦，你
不是去省城买轮胎了吗？他是谁啊？从楼上冲出去的人是谁啊？没有。你凭什么打我？讲你是婊子，是婊子。苏哥，我找你有事儿。老公，你相信我，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。哦，老公相信你啊，对你好啊。你告诉我，今天谁到咱家来了？没有人来。再弄一遍，他是怎么跳下去的？不说是吧？看见没有？那证人谁留下的？老公，你说不说？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老公。不说是吧？你不说，我他妈就让你摔死你！救命啊！说不说？老公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蒋丹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那男的谁啊？谁啊？还得给你点上是怎么的？我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让人戴绿帽子了。好了，不哭了啊！你这下手也太狠了。苍蝇真的不知道是我吗？那男的谁啊？我没看清，我进屋的时候跳窗户跑了。这也不用急。我问那个男的是谁，他就是不说。不说你就想把蒋丹摔死？没说是我就对了，要不然他真的把你扔下去。公安局现在让我过去一趟。干什么？说是要给我做个笔录。你说我待会儿该怎么说呀？我那是想吓唬吓唬他。有你这么吓唬的吗？我这么吓唬他，他还不说呢。他要是跟他不是想好的，他能那么护着他吗？我老在外面背着，我肯定有人。曹勇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把你找过来，不是说想听你怎么侦破你老婆是不是偷人了。你现在是涉嫌故意杀人。我怎么就杀人了呢？你把蒋丹差点从楼上扔下去，这不算杀人啊。我那是跟闹着玩呢，我想吓唬吓唬他。你认为这是吓唬是吧？你认为好使吗？蒋丹也这么认为吗？如果蒋丹他觉得你是想故意摔死他，
曹勇啊，你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。你就说，曹勇是想故意摔死你。为什么？这样他就出不来了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这明摆着的呀。曹勇100%认为你背着他偷人了。这如果他，你要不把他送到监狱里头，他出来以后肯定不会放过你啊。听我的啊，一会儿你就跟警察说，曹勇是故意想摔死你。蒋丹绝对不会那么说。那你凭什么就这么肯定啊？因为我压根就没打算摔死他。我要想摔死他，我当时要再把他往前推的一松手，他不就完了吗？你没松手就说明你没问题啊。你肯定是这么想的。你想，即使你松手了，你也没把握一下子把蒋丹摔死。当时我们在地上已经充起了气垫子，你一定是想到，你就是把蒋丹扔下去，蒋丹也摔不死。我没这么想啊。你没想，谁证明啊？反正你高哥当然也在场。嗯，我们都看见了，是你把蒋丹像空中飞人一样扔来扔去啊。曹勇，这件事我希望你认真对待。我真的就是想吓唬吓唬他，不信你们可以去问蒋丹去调查。我当然得去问他了。可问题是，当时我们在楼下都听见蒋丹在喊救命了。蒋丹既然能喊出救命，你说他能认为你是在吓唬他吗？其实他那么做是想吓唬吓唬我，他不会做害我的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照着镜子你看看自己，他把你打的这熊样。就算是曹勇这次放过你，那你和他也长不了。他这个人心黑手狠，既然他认定了你给他戴绿帽子，你想他以后能轻易放过你吗？那要不是警察来救你，他早就把你给摔死了。趁现在这离开曹勇，你就等于有了新的人生。要不然你早晚死在他手里，还是让曹勇永远待在监狱里吧。啊，待会儿到了公安局，你就说，曹勇就是想摔死你。曹勇，也许是真的要故意把我摔死。把刀抬起来。刚才的话你再说一遍。曹勇他怀疑你有婚外恋。没有，这都是他瞎猜疑，绝对没有那种事儿。真没有？没有。那天从你们家窗户跳下楼那男的是谁啊？苏警官，你就别问我了。我可以对你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背着曹勇去做对不起他的事儿。你对我发誓有什么用啊？我可以对天对地，甚至用我的父母去起誓。你是不是对不起曹勇？这跟我们警察没关系。我们现在只关心一点，那就是曹勇是不是真的想把你摔死。如果是，我们马上拘留他；如果不是，你非要说是的话，这事你想清楚。如果曹勇呢，他只是想吓唬吓唬你，而你非得要说他想害死你，这就等于你把他推到绝路上了。当然了，曹勇这样的人也确实能做出这种事儿来，对吧？不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要我怎么相信缘分？我的心里只有失落。如
果人生可以再次假设，我不会就这样让你走过。要我怎么